如何让喜欢的人和自己穿情侣装？哎，彤彤，你帮我从后备箱拿瓶水呗。哎，不必了，后备箱那东西你不能看。我自己拿吧啊。引蛇出洞，欲擒故纵。嗯，拿水呢？我也拿瓶水，我也渴。那个水没了，没水了，我正好要去买。你这后备箱是不是放啥东西了？上钩了。不是我后备箱，我能放啥呀？那你有啥不让我看的呀？我没不让你看的。哎，那我打开。不是，没水了，你看什么？我不信。我后备箱就放了几件衣服，别的啥也没有。就衣服啊？就衣服。更不信。你不信我？那我里边要放那衣服怎么办？你说怎么办？如果我里边放的是衣服，我不管放的是啥，你都穿上，不能拒绝。不是呢？如果不是的话，你让我怎么办都行。趁热打铁。哎呀，真就是衣服，别赌了，咱俩赌啥呀，老赌啊！来，对，等说好没？说好了。说好了。说好了。赌。行。你这衣服鬼鬼祟祟的啥呀？我没鬼鬼祟祟啊，我挺光明正大的。你自己非得看。你车里放那么多衣服干嘛？我车里这不双十一嘛，我这没啥事，老在德物上面逛，我看见这衣服比较适合咱俩，我就买了，压加的挺好看的，一会儿你也试试，而且现在有优惠，评论区买可划算了，都是品牌直发的，有正品保证啊。那穿上吧，挑一件。这衣服和你身上这衣服有异曲同工之妙啊。情侣的呀。啊，他家是怎么的？他家是情侣那个减半不穿。不是，我车上了。你为啥不穿呢？他刚才不都说好了吗？我说啥了？他打赌吗？啥打赌了？你忘了？哎，我录着视频呢，我给你调出来看一眼。忘了。穿一件，又外边冷，穿上这个一会儿能暖和点。来吧。哎，你别说彤彤，你穿上这身衣服还挺好看。姐穿啥不好看呢？姐穿不赖都好看。那不是因为我眼光好吗？对不？你看我眼光好，所以说。好，所以说。哎，你说就咱俩穿这衣服，他们会不会以为咱俩就是真情侣？会吧，等等呢，毕竟我长这么好看。哎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哎，那也不一定，那人家可能觉得你有钱呢。